哥爸爸真伟大，妹妹背着洋娃娃，妹妹妹妹哥哥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装了什么 How would I know 怎么会想把头发剪得像 Bobby Brown 还好不像惠妮那么傻我开始跟着死党瞎混幻想变成 New Kids on the Block 大点肩的西装破牛仔裤高腰高裤裆再配上一双长筒艾迪达你觉得我邋遢我觉得帅得掉渣可能是你没有注意到我嘴角上自信的胡渣 That's right 这是平行宇宙有人在 K 书中心有人台北到处顶顶花木兰都是买骏马西式马鞍肩我们再多去看一幅西门町买球鞋漂浮冰咖啡$80一杯梦幻的搭配浪漫的感觉两个人面对面一支冰淇淋让我来喝咖啡是2021的下午，这首歌是来自于马念先1989的下午。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他是穿着5条 T 恤走在路上，背后的人都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背上那个是5条雾吗？晚上不睡觉，早上当然爬不起床，每天早上教官都在门口唱。密密麻麻的符咒，眼皮的距离早已失控。蓝色星期一做了场蓝色的梦，蓝色皮球海里，我跟大白鲨游泳。布鲁克学的事情，我是鳕鱼相思。蓝色珊瑚礁上，我们一起放空。下午一样，哥哥妹妹会在空中陪伴您2个小时。马念先这个单曲封面呢也蛮复古的，有些复古的穿着，像是 polo 衫领子会立起来。你也经历过那个年，你有立过吗？我有立过，我也有。真的那时候是立起来才会出门耶，不立怪怪的，不立有点糗。我戴上墨镜叫爱是跳舞，跟着节拍起1、2、3、4、5，上了 Bonnie 不做别的事。
那歌曲呢是来自于猫速公路跳舞的猫。小时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上班族五四三一下，下午五四三一下，02-2363-9955，23-2363-9955，或是你要透过 Telegram 群组来留言来聊天，也都是可以的。今天你几岁呢？他是 June Pan， 25岁的我，明天还是要上班。这首歌曲叫做《橱窗模特》。今天第一位客人上门了。喂，你好。喂，玛丽马克好。嗨，你是？我是老杨。老杨你好。哦，我现在上班，因为我防控的关系，在家里面现在都在一直在听 Clubhouse。哦，还在继续 Clubhouse 哦？对啊。因为现在政治房吵太凶了，对啊。什么吵太凶？政治房啊。政治房啊。啊，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上面超多政治房的，对吧？大家都没办法容忍彼此，对吧？就互相指责，这哎。这么不快乐的房间，为什么还要待下去啊？没有啊，就是有时间想去看看听看，因为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政治立场嘛，想要听看反方的政治立场是怎么样啊？因为我觉得。这样才能找到中间点，能沟通啊！哦，是哦。那你真的有听到一些反方意见，让你觉得，哎呦，这个我倒是没想过。有些人的意见让我觉得蛮讶异的，会让我有一个算是 enlightenment 吧，对，或是 epiphany 顿悟的感觉。嗯，对，就是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想，因为我是抱着想要理解对面人在想什么的态度去撞这些政治房，对吧？嗯，因为如果都所有的言论都一面倒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没办法沟通啊。嗯，就是一直在吵架，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纯粹上来吵架的，嗯，对吧？然后因为马克现在也没有那个国富论讲完之后，好像我没有讲完，我只是昨天是因为玛丽生日，所以昨天就是暂时没开而已。哦，对哈，玛丽49岁了，恭喜 ，congratulations， 谢。Thank you， 恭喜玛丽生日 ！Thank you so much。我只是来分享说上班都在偷听，然后现在到2点就会直接打开那个飞碟的那个 app， 在听马克跟玛丽。感谢你。对，好，谢谢，就这样，拜拜。我记得老杨不是听了太多 Clubhouse， 他的老婆有点不开心吗？对啊，所以在理解跟你不同意见的人同时之余，可能也要理解一下，让老婆理解你的家人吧。没错。嗨，你好。喂。我打进来了吗？Yeah。是的。
哦，哎，马克玛丽你好，嗨嗨嗨，你是？我是那个小黄，住在宜兰。宜兰小黄你好，我要分享的是呢，今天是礼拜二嘛，对不对？嗯哼哼。我们老板每个礼拜，就是从三级警戒以后呢，每个礼拜都会请我们大家同事吃午餐，便当这样，很好，超好的。而且那个便当都很贵，我说100多、200多，今天还吃到380块的便当。380块的便当里面有什么？所以它就料很多，就菜色很多这样。它饭很少，而且它的饭是那种寿司。然后呢，我们同事还加码，就是他自己又请大家喝饮料。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个礼拜都蛮期待说，今天老板会请大家吃什么？就像是国小同乐会。然后大家会把今天的那个菜色啊、饮料都拍一拍，然后泼出来这样，大家好开心，然后好幸福这样，真棒。真的好，分享完毕，感谢你的分享，拜拜，拜拜，谢谢，拜拜。说到这个很贵的便当，让我想到前一阵子那个不知道在什么版掀起一阵波澜啊，男女版那个文章，也是那个我请那个女生吃饭，我不是。不是请普通的、欸，那请什么？请贵的串烧哦，多贵？我可能买起来，我有买到一串很贵，我可能花到880很贵。反正他就是在，哇，那个故事真的太长了。就丹妮表姐又在她的 IG 分享，因为她的那个观众可能积极分享给她，主要是一个男性，其实上去想要讨拍，结果。结果就风向大逆转，被人家说哈880很 OK 吧，然后不止，然后开始就挖出来，就是你那个就是心态有点问题，然后最后出来女方公布他们传简讯内容打他的脸，就是其实他是一个蛮小气的人哦。也不是讲他后来就是他的个性有点咄咄逼人，可是他省略他咄咄逼人的那一段，然后很疯狂，然后一直传讯息，然后半夜在那边在那个群组分享自己的心情干嘛的，就哦，然后最后就开始就说，就是我们都没有这种课程教你如何跟人互动，以及收到什么讯息你该怎么样回应，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顺着你的意的这样子，就是这也是一个课程需要学习的。你看是不是需要开个课？因为他可能真的，他可能是真的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哪，他真的在他那个症结点过不去，他的确就会觉得说。你有跟我出来见面，然后我们有聊天，就是我觉得我们是有好感的。那你愿意跟我聊，我们可能还有聊到关于未来的事情哦。那有聊未来，不就代表你就是有那个意愿吗？那为什么我们见面之后你就会不见？我不理解，他是打从心里不理解这件事情，所以他陷入很多的困惑。那被人家打脸以后，他会有醒吗？好像。没有，就是他就是卡住了嘛，他就是出不来，卡在那个关卡，所以尤其是如果网络上那么多言论是直接这样抨击他，可能觉得更加的这个世界要防卫，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跟我站起来这样子，他反而就是没有办法好好认知到底是哪里出了错，好难过。我陪你去看夜景，其实只是帮别人常看啊。你要我陪你回到家里去，其实只是地板脏了啊。你要我陪你去图书馆写作业，其实只是要抄我答案啊。你要牵我的手，暧昧不明，其实只是不习惯一个人的生活。不习惯一个人过日子，我们的爱就像枯萎的玫瑰，我们的爱像枯萎的玫瑰，耶耶，凋零的眼
脆弱的枝桠，你说你还深深地爱着我，我撇开头来一笑置之，你说你还很需要我，这并非依赖，更不是温柔。你说我们之间不只是朋友，我看我们只谈得上粥铺的关系，粥铺的关系。老王乐队《枯萎的玫瑰》，就像枯萎的玫瑰。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我是马克。有人在群组留上班族543，竟然会买到这个什么东西？他买到倒印的假书。在虾皮，那卖家已经退款了，我就跟卖家说，我会给你一星哦，然后把款项就还给他，然后店家说算了，假书他也不要了，就怎么会买到假书呢？怎么会有人要卖假书呢？对啊，你卖假书，他觉得大家不会发现哦，他一页一页印啊，对啊，他就去那个影印店印吧。像我们以前印报告那样，然后再彩色印封面。对啊，这个，会不会有可能他就是那一本书其实是绝版的，所以卖家在卖的本来就是在卖绝版的倒印，对，就是倒印书。哦，他说他已经私讯了天下文化，但还是想问有没有其他的建议方法可以处罚他。哦，要这么凶哦，要处罚他哦？但你把书退回去了，不是吗？店家说他不要啊，他不要那本书了，钱也不要，都不要。哦，给他一星，其实也就是因为他很快就惩罚他吧。你跟虾皮讲，虾皮就会把他下架啦，他就没办法卖东西，那他就再申请个账号。网络购物就是这样，要小心的。嗨，你好。Hello， 你们好，我是翁诶。嗨，老王。Hey， 我就是想抱怨一下，我们公司最近有点走火入魔，那个防疫。嗯，对，因为我们公司对防疫是很严谨。刚开始就是疫情起来，我觉得我们公司做得很棒。嗯嗯嗯，就是都超前部署就做的，我觉得都还蛮满意，就觉得上班很安全。嗯嗯。可是最近有一两件事让我觉得他们有点走火入魔，就是上礼拜五，他公司发布，就是要我们把全公司的就是酒精换成台酒的，就是那种玻璃瓶的。嗯。然后那个原因就是说，就是上层主管觉得只有就是台酒的才真正有75%。嗯。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傻眼，因为我们很就是库存还蛮多的酒精，然后就是坊间我们自己各部门就自己去买嘛，就是去各个牌子，就是只要75%都可以用。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强制我们全部换成台酒的，然后就旧的全部换掉。就是假设我们门口那些，或者是每个地方的里面都还有。公司他有主动提供吗？就是公司主动提供啊，那就好啦。反正他们有提供啊，他们要用他们提供的就用啊。就可是我们原本的全部就放在那边，然后全部就是还有，然后我们要全部换，就是把各个角落的酒精瓶全部换成台酒。然后重点是，而且我们公司没办法丢玻璃瓶，因为台酒全部都玻璃瓶，我们现在还是有点一个头两大。嗯嗯嗯。而且台酒的那个味道我真的是受不了，因为我本身不喝酒，它那个闻起来很像那种米酒味还是药酒，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味道也挥之不去。然后有些地方，我们就是工作的地方就比较不通风，
然后那个味道哦，久久不散，我就觉得还是你在办公室发一次酒疯，看看会不会改善这个政策。你说你受不了了，你好像喝醉了，然后一直脱衣服，好热哦。我怕我就不能来上班了。哦，好吧。对啊，然后也是就是分流上班，也是一直改，一直改，就改了四次，然后也是啊，我们也是一个头两个大，辛苦了，过渡期了。对啊，啊，就这么样了。好的，老王再见了，拜拜，拜拜。拜拜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 Hush 的《支线任务》。嗨，你好。你好，玛丽吗？是的。我有个建议，刚刚那个给那个老王可以参考参考。嗯嗯嗯。啊，他可以去那个化工行买那个原料。薄荷香精的原料，或者是花草精油的原料。嗯嗯嗯。那在我在上班的时候，把那些原料全部加到那个台酒里面。嗯。等它融化再喷出来的时候，整个室内非常的清香。哇！它会有如深陷在公园花草里面。有到深陷在公园花草丛里这么立体？是的。哦。因为我家现在都是我在调的。嗯。真的很好。你说买薄荷味道的是不是？啊，买薄荷啦、薰衣草啦、玫瑰啦，你只要想把你想要的，加进去，它有精油，也有那个洁净的东西都可以加，好，想你想要的就行啦，啊，谢谢喽，感谢，拜拜，拜拜，拜拜。身体浓浓的记忆，淡淡的区域，逐渐挥发的黎明，遮住所有的关联，被吹干的黑夜，醒来就无法再入睡。歌曲呢是来自于 Deca Jones 漫漫长夜。漫漫长夜，漫漫的两个小时，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嗨，你好。喂喂喂喂，有听到吗？有。哦，你好，我是小龙。小龙你好。我昨天有打电话问香水。然后嘞？结果后来跟你们讲完以后，我就冲去买，嗯，对吧？就买了那一罐6000多块那一罐。
哦，就是你原本想要买的嘛？对，嗯。然后，因为我是去那个星光三月南溪那边，嗯，对啊，买了以后，他还送我一堆试用东西，哼，就试用包类似试用包那个，哼，对啊，觉得还蛮赚到，虽然6000多块。也还好，是玛丽，我是你的粉。6000多块也还好啦，其实听得出来就是付的有点痛心啦。嗯，也啊，就一年两次啊。希望你的真心在七夕当天获得一些让你心情愉悦的回报。希望。哎，小龙，我想问你啊，你最近帮自己买过什么东西？我对。最近对 Apple Watch， 那 Apple Watch 多少钱？我买二手的，8000多块。哦，那在最近还有买什么东西？没有，就 Apple Watch， 对吧、啊？也是，就是、也是一年两次。过年没有啦，就过年那段期间买的啦。嗯，然后一直到现在，好像也没有买哦，有就是买几件衣服这样子。哈。对吧？后面就没有。好的，对吧？谢谢小龙。好，拜拜，拜拜。七夕什么时候啊？我们来提醒一下广大爱过节的人。8月14日星期六。8月14日星期六是七夕哦，各位。那鬼门开呢？那就往前7天不是吗？8月7日。嗯。怎么了吗？我在想，就是这个对价关系是怎么来的？就是在追求的期间、嗯，或是在维系感情的时候用物质，然后你一方面觉得说、嗯、超出你的，我应该要花这个钱、嗯，但另外一方面又觉得我又舍不得、嗯，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的这种矛盾跟冲突感是怎么来的？嗯，目前还没解决。那我在想这件事情啊，嗯，所以你也有过花那一笔钱，可是其实你很痛苦这样子，没有到痛苦啊，就是、但是不是很舒服的感觉，我就回想我过去送礼的经验啊，我都还是维持在一个就是让我舒服的状态这样子，不是啊。我们性别不一样，你在讲你跟我在讲我是不一样的吧、啊、不是一样是送礼吗？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男生跟女生一样吗？男生跟女生不一样，社会关系也不一样啊。我们没有，我们在追求男女平权，可是这个社会的建构就在父权体制之下，我们不是平权的。We need to woo you guys， 我们需要去追求女生。可是像刚刚他们已经在一起啦、啊。对啊，这还是追求的一部分啊。你在一起以后，你就可以再也不表示吗？我可以从此以后对卡提亚都不表示吗？还是会表示啊。可是，嗯。最没有耐心找出口。Oh, baby, I'm so bad at hide and seek. So don't you leave me hanging here, oh please. 我尝试所有的解惑，我尝试想把你搞懂，我尝试破解你天真的笑容。Baby, I'm so bad at hide and seek. So don't you ever try and look for me.是一直没解锁你。
丢给我的小酒，我还是落空。Yeah， 他总是将他的心门锁上，再来骂我是个不识相的老土，我就像是个瞎子摸象。摸到后来发现不是像是老虎，他用密接般的口气进行一场同密复健的拷问试炼，像在玩密室逃脱游戏。玩到后来发现自己卷入的是密室上一世界。Oh man, oh man， 我的时间就是他的时间，他的时间还是他的时间，那个他的时间多到需要杀个时间，叫我按摩小腿、大腿、跑腿，还给我下了视线了。到处买这个买那个，铁腿还差一点没压了视线了。好烂，挂掉总是烂的烂不到人。I feel like I'm a liar， Why？ 因为找不到游戏的罩门。I'm so tired of hide and seek， 到底认真还是在演戏？就当作在拍 MV， 不能再 NG action。Baby， I'm so bad at hide and seek， So don't you leave me hanging here, oh please。尝试所有的解惑，我尝试想把你搞懂，我尝试破解你天真的笑容。Oh, man, oh, baby, I'm so bad at hide and seek. Don't you ever try and look for me? 总是一直没解锁，你丢给我的求救，我还是。李全哲再加上了熊仔 Hide and Seek。给你上水的花，情话无法度藏在心内底，你爱知影，咱的缘分是天早就注定好势，不是不是，像伊讲的安尼，袂给你伤心，我是你唯一的选择，请你唔好顾虑这多。沙巴初春正暖，马乌鲁乌勒萨乌瓦不知影什么叫做顶马术，只知影为你痴迷，几个人忙死死。爸爸妈妈讲你好你好，你的爸爸妈妈讲假拜假拜，我陪你一起回老家了解了解，和我亲爱的爸爸一样，我有问过你的朋友，要去拜访的礼物，爱吃槟榔甲烧酒，啊对啦，煞袂记你爸爸是林上辈，也是我爸啦，我嘛会当穿过关的关。
然跟李英宏的合作，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We use our brain to think, like when we choose a crayon, 是否 yellow, white or pink, or if you want to write a book but don't know what to say.Well, you need to be creative, 'cause that's the only way. What do you need to do to be creative? Remember the words of Mr. Inspiration. Use imagination, imagination. Time will tell there are no limitations. Just be creative, and you can change the world. Change the world, and you can change the world. Habits, yeah.Everyone has a brain, we use our brain to think. Like when we learn to swim so we know how not to sink. Or if you want to write a song for all to sing along. You need to be creative for a melody that's strong. What do you need to do to be creative? Remember the words of Mr. Inspiration. Imagination, imagination.Time will tell there are no limitations. Just be creative, and you can change the world. Change the world, and you can change the world. That is your day. 有时候当我们没有想法，记住林甘先生说的话，继续努力，生活总会开花。只需要一眼注意，被困扰不要放弃，发现你的能力不要害怕。And most of all, don't forget to use your imagination. What do you need to do to be creative? Remember the words of Mr. Inspiration. Imagination, imagination.Time will tell there are no limitations. Just be creative, and you can change the world. Change the world, and you can change the world.大同的新歌《灵感先生》，我们的偶像快递下午茶给我们吗？好像是哦，好像是哦。台南的偶像快递了很甜的下午茶给我们吗？好像是哦，好像是哦。You need to be creative, so it's not just to be wealthy.今天的你有进行下午茶时间吗？下款，下款，下款。市的中笑看世界在转世，你是我黑暗的心，唯一的光，亲像是眼睛的灯火。原谅我这款放荡的人，原谅我做这款夭寿的人。每一摆你的眼神在震动，拢让我无法分西东。我用我的人格来保证，我是永远袂后悔。你是我目前为止的爱情里底，无疑是上水的彼个。我其实不是不愿离开，拢怪你走进了我的人生。无心的爱情伤害已造成，你我着爱来负责任。Oh,
茄子蛋的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最近这个阿冰的 IG 他长得越来越漂亮，哎呦，阿冰越来越美。美冰在干嘛？美型男哎。嗨，你好。嗨，玛丽好。嗨，你是老陈。小陈你好。今天给孩子跟自己的下午茶点心是古早味的菜宴。哇塞，好复古，你自己做的、哦、菜宴是什么？对，菜宴。菜宴是什么？以前小时候住士林的时候，妈妈都会带我们去士林夜市逛，然后就会有很多推着小推车的摊贩卖着菜宴、欸、菜宴就是 买菜宴一定会配那个凉圆、欸、不是，为什么你们是忽略我？就是菜宴是什么？你讲，你换成国语，菜宴，菜宴又是什么？我就是不懂啊，你们都不解释给我听，到底是什么？你把它想象比较有口感一点的爱玉，它就是加了类似像吉利丁吗？还是什么会让它对凝结的一块冻，没什么，对，没有味道。它的基底没有味道的爱玉，冬瓜茶，冬瓜茶，哦、有冬瓜茶、哦。可是我吃菜眼都觉得没丁哎，就是在塑一个软软的东西。它就是它的基底就是冬瓜茶下去做成。果冻之类的东西、欸、你有看过啊，因为古亭后面会有那种阿嬷阿公的摊贩，我就在卖，它就是一个摊车里面啊，然后就会放一块一块像淡淡冬瓜色的冻，然后你要的时候，它就会用塑胶袋反手这样抓一块起来给你，一块对十块吧，还是对。然后小时候吃的印象都是那个摊贩都会把它切成很大块的菱形状，哼哼哼。然后对，就是塑胶袋反手这样包起来，然后就是冰棒夜市，还会跟凉圆一起卖啊，粉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一颗的，还有绿色凉圆里面一定要大冰块哦，对，它会撒很多冰块，那个摊、啊、那个摊贩就有黑、啊、哦，那个真的很古早味，这个我完全不知道，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我也没看过，不可能，不可能没看过，没看过啊！你已经有逛过夜市了，我应该有看过。拿起手机 Google 一下，真的，你应该一定有看过。你看到那个音，就说哦，你们在说这个菜宴哦，宴要怎么打？宴啊，宴怎么打？燕子的燕，哦，燕啊，小燕姐的燕。那菜呢？菜，青菜的菜，青菜的菜，对，不是竹篮就是美菜宴平菜宴。我黑不干，不是姓氏的菜。OK， 好，我来找找。吃这个真的是蛮没有负担，然后夏天就是蛮适合吃菜眼哎。对啊，而且现在你可能也比较，如果不那么讲究，现在就是超市都有在卖一包一包的洋菜粉。嗯，对啦，他洋菜粉弄的，我跟你说，那个东区小孩他一定不会喜欢吃的。哦，我有看过，原来这个东西叫菜宴啊，菜宴，对，洋菜跟冬瓜茶熬制而成的果冻，又称寒天。对，你觉得寒天又不一样？寒天好像是很后来人家才会叫它寒天哎、欸，但现在寒天比较红吧？寒天应该是日本人讲的。对啊，嗯，那不就是有点像你要？那你要说它是蒟蒻也可以啊。哦。这给小孩吃，就是反正给小孩玩一玩，然后他觉得又是吃甜甜的东西，就比较没有负担。嗯，感谢你的分享。嗯 ，OK， 拜拜。那你有吃过菜眼吗？没有。凉圆我也没吃过，我从来没有吃过凉圆。我有看过人家摆在那边，可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你跟你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朋友经过也没有说，哎、欸，我想吃凉圆。他们也都没有要吃。我是到去年才第一次吃到糖葫芦，我才知道糖葫芦是什么。啊？什么？你应该在那之前就知道糖葫芦是什么？我知道糖葫芦是什么，但我去年才第一次吃过。那糖葫芦跟你想象的味道一样吗？不太一样。你吃的是里面包什么糖葫芦？有番茄的，包番茄的。对，你喜欢那种爆汁的感觉吧？还不错。那你应该有吃过番茄夹蜜饯吧？没有，没有啊。